答应我，说你不会跟他离婚的。你找什么人不行，找个糟老头子。我们俩就讲定了，说你说的清清楚楚，让我等你的。抛夫弃子，离家出走，还不是为钱吗？那咱俩就离婚了。离，明天就离。我想要重新开始，这将是我人生第二次的企业成功之上。我九月29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到9点，金属店、天下卫视每晚2集联播的《天下卫视精选剧场：亲爱的婚姻》。